现在防疫最好的利器是什么？就是快筛剂，针对我们幼儿园每人发放2剂的唾液快筛剂。那当然呢，国小的孩子我们也给每人2剂的快筛剂。你要在3-5天的时间要完成国小幼儿园的快筛试剂的分装，将近50,000份。过往的一个经验，就马上了找了学校的志工，还有我们的退休老师以及学校同仁，然后来到学校来协助这样的工作。我是正南国小退休的老师，小朋友让他们早一点回到正常的生活，觉得非常开心，可以付出一点自己的心力这样。几乎我们教育处相关科室都有人过来今天做人力上的支援。学校的事情就是教育处的事情，那大家都很乐意帮忙，那我们都很尽情的投入这一份工作。这一车是要送到园长的快筛试剂。我们要赶着送试剂去四虎跟口谷。今天我要送到那个就是水林乡那边，然后之后再请各个幼儿园去他们学校领。就我们这次是用这样的方式，就是让各个园所可以赶快的去拿到。有的家长反映抽鼻子抽到都流鼻血了，所以现在的小朋友很幸运，我们也很感谢县政府补助我们小朋友一个人有2支的唾液快筛剂。如果不方便到校的家长，我们会请娃娃车司机送到家。这一个为民的，啊一个平玉的，能换来孩子的平安健康。觉得让我们值得啦。身为做教育的，觉得本身就是应该要做这些事情，赶快送到小朋友的手中，让家长也可以放心。那真的是件很开心的事情。我想避免太多的口水，我们就是尽心尽力把孩子守护好，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，也是我的责任。